好，上课。同学们好。老师您好。请坐。同学们，我的故乡在铜陵，要到从合肥到铜陵要经过铜陵长江大桥，看美丽的长江大桥，壮观吗？壮观。你能在途中找出三角形吗？沈太师，请你来说。这是一个三角形。说得很好，请回。马延蕊。很好，请坐。肖子欣。不错，我们从途中能找到三角形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三角形呢？郑源。对，我们的红领巾，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图形，请坐。吴奇乐。我们骑的越野自行车那里，支架有三角形。对，这个支架是一个三角形，因为三角形具有稳定性，可以把这个自行车做得很牢固。还有什么地方？你说。我们用的三角板也是三角形的。真棒！生活中我们已经到处见到了三角形，那么三角形它有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三角形的世界去认识一下三角形。请同学们齐读一下课题。认识三角形。你能利用老师发的小棒来摆一个三角形吗？能。请同学们摆在桌子的正中间。摆好了吗？好。谁来说说你是怎样摆的？夏雪润，你来说。我是先拿出一个小棒，然后放在那里，然后再把另一个小棒的尾跟它的头相接，然后最后再把另一个小棒跟另外两个相接。你们是不是这样摆的？好，请同学们打开草稿本。你能在草稿本中画一个三角形吗？画好了吗？画好了。谁来说说你是怎么画的？李佳怡，请你来说。我是用画圈的方法画的。说一说。现在就是随便画两条线段。画一条线段是吧？然后再画一条。是首尾。尾相接。画一条，然后呢？连起来。哪些同学的画法和他一样？手放下。还有不同的画法吗？吴奇乐，你说。先在纸上把任意打三个点。任意打三个点，这三个点还有一个要求，等一下老师会说。先打三个点。接着说。依次连接，
哪些同学画成功了请举手。看一下，老师也画了两个三角形，看它是不是三角形。谁来说说是不是三角形？陈柏霖，你说。不是的，因为第一个是它要从我的中间又连接起来。哦，它没有连接起来，你说。嗯，出头了。那么想一想，什么样的图形是三角形呢？想好了没有？同位之间小声的交流一下。好，讨论好了吗？好，谁来说说什么样的图形是三角形？宋思倩。哦，这样才是三角形，是不是？好，谁有不同的想法？潘周阳，你说。三条线段连起来的图形是三角形。有三条线段连起来的，这个连起来还有一个要求，是首尾相接。首尾相接，那么什么样的三条线段能围成三角形呢？齐读，三条。三条谁来说说什么样的图形是三角形？何泽林，你说。真熟练。吴奇乐，你说。三条线段首尾相接围成的图形叫三角形。袁浩天，你来说。三条线段首尾相接围成的图形叫三角形。好，请坐，同学们一起说。同学们，看看你们刚才画的三角形是不是由三条线段首尾相接围成的？是。那么三角形它有几个顶点、几条边和几个角呢？请同学们把这各部分的名称标在你画的三角形上。标好了吗？标好了。好，我想听听你们是怎么说的。吴奇乐，你说说。我画的三角形有三个角、三个顶点和三条边。我们说围成三角形的三条线段，我们把它称为三角形的边。两条线段的交点称为顶点。两条边之间的夹角，我们把它称为三角形的角。好，那三角形有几条边、几个顶点
和几个角呢？你说。嗯，好。那么三角形的特点是什么？谁能完整的说一说？许兴慧，你来说。三角形有三条边、三个角和三个零点，而且这三，而且这三条边是首尾相接的。嗯，很完整，掌声鼓励。同学们，刚才我们已经认识了三条线段首尾相接为止的图形叫三角形。那么拿出你画的三角形，看你画是不是正确的三角形。是。那么观察你的三角形，看一下你画的三角形有几个顶点、几条边和几个角，请把它标示出来。是三角形，我们学会了判断。那么看一看第一题，哪些是三角形，哪些不是，为什么？第一题，杨雨欣，你说。首尾相接。嗯，好，请坐。陈战士说第二个。所以它不是，嗯，很好，请坐。傅艳香说第三个。第三个是三角形，因为它的三条线段首尾相接。嗯，好，请坐。谁来说第四？郑源，你说。嗯。因为它是首尾相接，还有三条边、三个顶点和三条线段。嗯，它是有三条线段围成的图形。嗯，请坐。好，谁来说第五幅？何子林，你来说。它不是的，因为第三条它不是线段。嗯，第三条它不是线段。那么学会了判断，我再考考同学们，是不是任意的三个点它都能围成三角形呢？请同学们打开课本，翻到第78页。啊，75页啊，翻到第75页。
找到试一试，找到了吗？好，谁来读题？李佳怡。请同学们自己看一看，他有什么要求？谁来说？李冰冰，你说。画一个三角形，是不是？好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说。还有什么发现？是不是都能画一个三角形呢？请同学们自己独立完成，然后思考。画好了吗？画好了。好，谁来说说你画了几个三角形？陈雨欣，你来说。嗯。A、B、C 围成一个三角形。第二个是 A、C、D。A、C、D， 还可以围成。嗯，好。有没有谁用 B、C、D 连接成了三角形？那你有什么发现呢？许勋慧，你说。掌声鼓励他。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不能画一个三角形。所以刚才吴奇乐同学说任意三个点有没有要求？不能在同一条直线上。真好。接下来同学们看这幅图，认识它吗？认识。这是人字梁，它是用来建造房屋的屋顶。那么我想测量这个人字梁的高度，应该测量哪条线段呢？你说。嗯，同意吗？同意。好，请坐。接下来思考一下，这条线跟这条线它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说。啊，这两条直线是垂直关系。如果老师把这个人字梁画成三角形，那么我们接下来认识三角形的底和高。那么什么是三角形的高呢？从三角形的一个顶点到对边的垂直线段是三角形的高，这条对边是三角形的底。谁来说说什么是三角形的底和高？唐云龙，你来说。嗯，说得真好。孟刘文琪，你来说。很好，看宇轩，你来说。嗯，说的真好，同学们一起说。从三角形的一个
那么如果老师告诉你一个三角形的底和顶点应该怎么画高呢？请同学们看大屏幕。一，利用直角三角板的两条直角边，把一条直角边和底对齐。接下来将三角形的另外一条直角边平移到和顶点相交的地方。第三步，从顶点到底画垂线。第四步，标垂直标志。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好，老师在黑板上标底和顶点。谁来说说应该怎样画这个底边上的高？陈雨欣，请你上来介绍一下。说得真好，掌声鼓励。其他同学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好，请同学们把书翻到76页，完成练一练。画好了吗？画好了。同位之间小声的交流一下，你是怎样画高的？你是怎么画高的？会画高了吗？会。那么接下来老师就要考考你们了，你能量出三角形的底和高各是多少厘米吗？看76页，列一列第二题。
我看到大部分同学已经用身体坐直了。郑源，好了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看，谁来说第一幅图的三角形底和高各是多少？莫良奇，你来说。高是2厘米，底是3厘米。好，请坐。第二幅图，吴奇乐，你来说。高是3厘米，底是2厘米。好，请坐。第三幅图，袁浩天，你来说。会测量吗？会吗？会。谁来说说怎么测量？谁来说说怎么测量底和高？你来说。从顶点到垂足之间的距离就是它的高。好，请坐。那么接下来，如果老师告诉你底，告诉你让你画高，你会画吗？会。好，把书翻到82页。翻到了吗？请完整练习12第一题。画好了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听听，看他们的想法和你的想法是不是一样。你说，李佳怡。我是先拿直角边去靠。然后呢，再移到跟你点对齐的位置。然后再沿着星星画下来，最后把这个很好的。听清楚了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好，谁来说第二幅图？何子林，请你上来说，带着你的三角板。说得很完整，请回。第三幅图谁来说？你来说。我是先拿三角板的直角边，然后跟着这边对齐，然后到这边，到这边，然后就是三角形。这个三角形的高有跟这两幅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你来说，这是一个什么三角形？我们发现这个直角边作为底的时候，这条高就在这条直角边上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说直角三角形比较特殊。如果这条直角边作为底，它的高在另一条直角边上，如果这条边作为底，另一条它的高在另一条直角边上，那么如果是这条斜边上的高，我们应该怎么画呢？谁来说？
潘哲阳，你来说。可以吗？嗯，好，请回。那么直角三角形比较特殊，所以当同学们画直角三角形的底和高的时候，要分清底在什么地方。听明白了吗？现在啊，老师想让同学们画一个老师给定的尺寸，让同学们画三角形，看同学们会不会在方格纸上分别画一个底5厘米、高3厘米的三角形，想一想，可以怎么画？想好了吗？我想请一位同学说一说，这个三角形是给定的，长度应该怎么画呢？不去了，你来说。可以先画一条5厘米的线。线段。线段。嗯。哦，画一条3厘米的线段，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。然后把它们连接就行了。还有谁有不同的想法的？许雄慧，你来说。虚线这个3厘米代表的是这个三角形的底边上的，高。来，请参考许雄慧的想法。来画一个底是5厘米、高3厘米的三角形。画好了吗？同位之间交换一下你们的书本，帮同位之间检查一下，看他画的三角形是不是底5厘米、高3厘米。检查好了吗？好，谁来说说你们画的三角形是不是一样的？不是，但是高和底一样。实际上在画三角形的时候，我们以5厘米作为底边，画高是3厘米的，是不是只能画一个？不是，可以画很多很多个，但是它们的底和高都相等，什么不同？形状不一定相同。那么接下来，请同学们按照同样的方法画一个底3厘米、高5厘米的三角形，看谁画的最多。
画好了吗？画好了。好，谁来说说你画了几个，你是怎么画的？潘志阳，你来说。我画了七个。你是怎么画的？然后就画了一个，那么后面的你是怎么画的呢？后面的我把这条3厘米的线跟底连成，然后后面再画一条高，然后就把另一条跟它的边往它的右边画。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高的顶点在什么位置？有两个固定的，我们还有一个在哪都可以。这些高是不是都在跟它相隔5厘米的一条直线上？所以我们如果要画一个底是3厘米、高5厘米的三角形，可以画多少个？无数个。你们听明白了吗？好，那么回忆一下，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知识？同位之间先小声的交流一下。好，谁来跟同学们一起分享一下？马云蕊，你说。我们学习了怎样画三角形的高。怎样画三角形的高？你来说。我们还学习了有固定的一条高，固定的一条底，这个是4条分的。非常好，请说，请坐，你说。那什么是三角形呢？徐清慧，你还有什么补充？同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不能画三角形。没了问题，你说。两条高在直角边上，是不是？你说。好，这节课我们的收获是满满的。好，这节课我们就学到这里，下课。同学们再见。